君，他可能回不来了。平平，君子，哎，你先看一下，怎么了？是我妈妈打的电话吗？对呀，你妈妈问你有没有好好吃饭，现在正在干什么，我都跟她汇报过了。怎么了？妈妈打电话还不开心了？不是，我还以为是舅爸给我打的电话呢。你舅爸刚去外地工作，肯定得忙一段时间。他会像平平想他一样想着你的，都放在这儿了。我知道他给我买了玩具小狗啊，可好玩了。78号外卖。画画吧，来了。这个，哎，稍等一下啊。来，好，谢谢啊。你好，哎，我朋友生日想订个蛋糕，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？可以。叔叔，哎，我想问一个人。你要问谁呀？孙志军，孙志军是我爸爸，这是我爸爸的车。孙志军，他可能回不来了。这几款都可以选择。平平，平平，凌云，快打120！爸，家属，请在外面等。没事。哦，对不起啊。还要多久啊？没事。孙平家属，孩子正在抢救，现在情况非常危险。这个呢是病危通知书，需要家属签字确认。病危会很严重吗？不会。